休息时间，更小的师弟们来到了时代少年团的化妆间，与师兄们打招呼。这是我们四个的小朋友，来见一下师兄们。来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给师兄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吧。希望我要我就是。有点站长吗？我站进来点吧，站进来点。师兄好，我叫张慧远。张慧远。师兄好，我叫左思涵。师兄们好，我叫杨恒博。师兄们好，我叫张慧远。师兄们好，我叫张慧远。师兄们好，我叫魏明。师兄好，我叫陈俊明。师兄们好，我叫吴明。师兄好，我叫黄硕。师兄们好，我叫张海瑞，很高兴能与你们见面。对，我来了。对，全是东西啊。对，太容易了。你多大了？最小的，你们最小的，最小的，九岁，九岁，最大的九岁，最大的是他吗？最小十岁啊，最大的是15岁，15岁啊，哦，可以，是关城是九岁，哦，欢迎来到时代，哈哈哈哈哈，深度发掘，今天他们有项目吗？他们项目就是张海瑞，要跳舞的，哇，张海瑞，看你们的表演，加油加油，看你们表演啊。你这个爆炸头挺可爱的，是我向往的啊，挺好看的，挺帅的啊，好看，真的挺帅的，对，帅的帅的，这是我向往的发型，只是现在我们的领导领导多开拓一些新发型，对，可以可以，这款好挺好，行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待会儿见待会儿见，拜拜，你们和你们握个手，可以可以。你太生疏了吧，抱一抱吧。他们刚刚抱谁？那你。然后还有我们的，还有我的妈。还有我的妈。挺好玩的，可以可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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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练习，加油，嗯，加油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吃饭了吗？没有，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别饿了，吃点长肉，师兄们再见。哎，拜拜，你好，你好，一会儿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看你们的演出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们最棒，拜拜，拜拜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的激动，不要洗手了，不要洗手了，嗯，这样子，没事，你现在一定要放家里。好吧，我今天不洗手了。啊，洗手。是这样，我也要洗。走。走，张子怡。来来，怎么满了这玩意儿？加油！哎呀，我先去，我先去。快跑！师傅好。你们最小的几岁？九岁，九岁，我最大的，最大的，我小6岁，8岁，我15，16，17了，老了，就是当师兄那种感觉，问题不大，初次，其实我们也有点不是很习惯，我们以前也是，就是叫我们，明天突然之间自己当时矫健的英姿，我感觉自己有点不习惯。我记得当时我进这儿的时候，12岁，我最差不多9岁。哎，你们这次表演是不是还要表演节目？对，期待你们的表演。给你爆灯，给你爆灯，转身。师兄们，能不能和你们握手？好，可以可以，来，我要滚了，抱，哎呀，抱，哎呀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嗯，我认识，我真的9岁，我好高啊，好老啊，这个是。好，你好，
好的，那大家都去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吧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咱们就是一个非常激动的大学生，就是也很高兴能亲自见上一面，还是非常荣幸且就是挺光荣的。以后我们也会向着他们学习，然后朝更好的方向进发。